后面这边其实有一个扣子，有两段式调节，它这款是出在后面的，对对，它是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对，它是长这样子哦。然后我觉得它的长度好适合我们，你还是要穿厚一点的鞋子，就让脚看起来对，会比较长一点，刚好落地。对，我现在单是在最高的地方的，然后我穿到是这边的，我肚脐在这边，我这个也是盖到肚脐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应该把我调整完之后，其实我是真的也可以不用洗皮带。这件我穿 L 号哦，对，我觉得这件的那个裤子的直裤样是非常舒服的，对，它是很弹的哦，它的弹性是整件都有弹性的，特惠价哦，对，它就是很有弹性，然后我觉得它洗了之后也不会松掉，对，也不会说那个布料会起球，或者是变薄，对，会变薄，会有旧旧的感觉，可是就是毛毛的感觉，可是这个不会。如果你要穿的很刚好的话，你可以穿垮一点的话是拉到这边。小军穿 M 号哦，小军穿 M 号，对，小军穿 M 号，要拉高的还是？低腰一点，对，特别是做这个，它不是很立体的，它就是车了一条的，车缝在这边。我觉得有那一条，就你不觉得腿会变得更细吗？是细长，视觉上它会变直直的，腿就又被切了一段的感觉。对啊，然后它下摆的地方，裤尾的地方，它还有一个小开叉，小小的。对，哎，它真的很舒服哦，是可以跑的哦。那我 L 号的腰是长这样子，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穿舒服的，你就可以把它往后调整。那如果想要穿紧一点的话，就把它调整在紧一点的位置，这是可以自己调整的。对，搭这个灰色这样也很好看，而且你搭短版会让你的腰看起来又更细哦。这件裤子没有分季节性，对，它是没有分季节性的哦。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穿到夏天的话，你就可以买个两个颜色，因为就没有那种搭配困扰。对的，细皮带真的也是可以，因为它前面是做这个，然后旁边也有，后面也有的，所以是可以完整的细皮带。